难度可以加嘞，来速速看，打不打得动？早安，宝宝，下期早安。现在很强啊，刚睡醒，哦，强爆！你请问过去的门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好困哦。你怎么那么早起？有人答应我早上开台的话，会给酷的东西啊。后来我发现说，其实他没有不给我，光记错人了。钢琴不到两分钟吧，五分钟。啊，是骗人的！人家给你酷东西啊，加藤，他们昨天在 DC 玩一些神秘的仪式，他们在 DC 玩恐怖的游戏。到4点都还在，对呀、啊，很扯哎、欸，还加藤。打职任务啊。捕获敌人，被捕。刚刚好像听到有我的名字，有啊，就是讲理啊。
那半夜，你那边是你跟静吗？在那边主持玩一些羞耻 play？哎呦，感谢。感谢加藤的150块。你昨天是为什么会开始那样子玩呢、啊？我、哦、干，又是假的。你昨天剪片剪一剪。然后休息一下，看一下轮到谁唱。然后看到克洛伊啊，马上冲进来听。真没进去，但里头还很刺激啊。理论上就是进去都要唱歌，然后是轮盘，轮到谁唱歌。那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克洛伊好像就一直都抽到他。所以我才没进去，没事啊。无名进来，他也没唱歌啊。很多进来都是没办法唱啊，就在那边听。但是比较受不了的是，没办法唱，只能听着，在那边怂恿别人。所以我昨天就说无名你也想唱吗？他说他家不行。不鸟，嗯。那白痴啊！我讲真的，现在弓箭手能这样逛街真的很爽、欸，不然前面射那时候好辛苦哦、喔。下次偷换两局玩弓箭手，你错过克洛伊唱歌了，对啊。剑碑提取，他的枪怎么那么酷？啊，我怎么就没有那么酷的东西？酷的枪诶、欸，世界，看你、欸、有红宝石。欸，所以昨天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玩呢、啊？就昨天这样子吗？还是之前就开始有了？
装什么腰带？我只知道那些会说不会唱的都在骗我，我就都在骗人的、啊。那我希望他们不要唱的都很想唱啊。比如那个克洛伊，嗯。想说，黛玉也是啊，整天跟我讲说家里很吵，爸爸那种电视声很大声，有啦，那个时候玩光遇的时候，他那边就声音就是很大声啊，还很杂。那样说，放过黛玉吧，什么之类的，我有讲吧。结果嘞，还是想上去上，我哇靠，傲娇欸。后台语，难怪昨天剪一剪，剪一剪都在打字说骗我，又是一个骗子。这也好啦，多多上去唱歌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听到更多歌声呢。对吧？嗨，小远，你的考都是幻觉，幻觉红宝石，看完了吗？嗯，看完了。他讲话太小声，很抱歉，我以为真的搞起错啊！终于没做噩梦了。几个意思？昨天呆鱼精彩三连，真的哦。我想说，你早点睡吧，不是很辛苦很累。跟我讲的一句话，让我很想拔头，已经嗨到睡不着了。我想说，哇塞，捕获敌人，哪一关呐、啊？没有讲耶。难道又假的？哦，烦。让我点嘛，行情难度。精彩三连。哎，不过讲一下啦，人家在唱歌，真的不要录音啦。录音，对吧？有些人会录啊，像我就很想录克洛伊的声音啊，可是我没有录啊。我说没关系，那就，活在当下最最美，什么之类的，对吧？有些人会想把美妙的歌声留作纪念，还是怎样？
你看，克洛伊真的唱我也没录啊，然后有人有那个谁，利恩有克洛伊的录音档，我也没真的跟他要啊。怕说真的跟他要的时候，他以后不敢开麦怎么办？不敢唱歌怎么办？听不到克洛伊唱歌怎么办？你好，居然没玩英雄围城了，因为昨天他们在那边唱歌的时候。我就一个人在那边看，因为夜猫有贴那个嘛，这只的配装给我，配点给我看。然后我就昨天玩一玩，我说，我终于可以逛街了吗？不然边打边射好累哦。我手指头就那样子，你要边按技能边干嘛的，很辛苦欸。那你哪一只啊？锁定并加载。对耶，看，哎。哇，术士没用了，捕获几个意思？区域级了。对啊，克洛伊就是说拜托求你了，什么之类的。二三，喊了，什么意思？同志，那时候我在上班，没事，没睡加一，哇，真的没睡哦，你要讲欸，我就开台了，开台赚钱，赚你的钱。吉他，吸，吸，吸，苹果吸他，富窝开歌唱，对啊，就会他们自己在那边开会线，超好笑的，完全不用我哎，他们可以自己嗨，很棒。什么叫静脉啊？哦，这个，
狼月安安，怎么没睡？怎么那么早？早安，早安。狼月没参加到昨天的互窝羞耻，羞耻什么？想不到欸。你昨天那个行为叫什么？昨天就突然想唱，不知不觉就。不会是你先开始，然后再是静啊？然后奇怪，怎么主持是你们两个？然后昨天不止新增那个啊，补补啊，还新增那个我好声音的头像。有些不是不给，是。唱歌跟好听的声音是分开的嘛？啊，不然每个都喜欢唱歌，每个都丢啊！完了，我分类不够用了。真的要讲一件事情，你像哪款游戏的弓箭手可以边走边打？用走路打怪不用左键的，不用射的啊，跟正火一样，奇妙的。这游戏颠覆了我对弓箭手的想象力。到底为什么？以前弓箭手不会这么嚣张啊！出门健身，拜拜哦！你会健身哦，是有是有是有。一开始成员优一性硕月。可是信又不唱歌的，信都不会开麦，不是吗？还是他其实会开麦？那因为有我在，所以他不开。这个就要跟我说哎，还有不要每次，我想要听歌而已。进去，是教主我说看你们讲是教主就完蛋了啊，他们就不会想唱了啊，就害羞啊。我想改名字，换头像冲进去，知道吗？忘了奉上金的水果钱，为什么都是水果钱啊？想说怎么没任务了？第五六七。第七区的四跟五杀死敌人，四跟五的敌人，一二三四，这张地图的配色，好不舒服哦，好不舒服哦。无名早安，无名，为什么你昨天不能唱歌啊？因为家人嘛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唱了吗？如果是因为家人不能唱的话，那现在可以唱了。
家人加上我喉咙还没康复，都安。你喉咙还没康复，你怎么了？唱歌唱太开心，你怎么了？谁对你喉咙造成的伤害？来，唱大一半，咳就要死哦。那好吧。我就想说，我记得你好像也是其中一个很爱唱歌的，干嘛的？我还可以哦，哎呀，不是啊，哦，不是耶，不是耶，猫咪。这张地图真的好迷哦！回家，确认一下。可惜你没听到啊，就没抽到他，我什么办法？不然等他下次出现，我直接叫他直接唱给我听。他声音是好，是哪种好听？是克洛伊那一种的，还是泡芙那一种？就之前泡芙跟我玩 GTA 的时候，我叫他在台上唱歌啊。我当时有跟的人，应该都有听，一定都有听过啊。那时候泡芙是在菜渣台那边认识的。那时候是我们还在玩 GTA 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因为很多时候是，还有延迟嘛，然后加上他那时候在陪我抢劫的时候，我说不行不行不行，通话通话通话，不然这样子延迟，我如果不小心死掉的话，还是我很抱歉，但他们都说没关系啊，可是你知道我的个性就是不喜欢雷到人。潜意识的要小无头管家，不知道画面震吗？很恐怖呢。每个人的听觉不一样。里面很伤耳，哎，你现在唱给我听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把台上的声音关掉，你现在在低吸唱给我听。不然他们都说什么什么公认的好声音，我说哈，谁？每个人听感不一样，那觉得克洛伊声音好听吗？对对，泡芙声音好听吗？那至少这两个。那时候教他们唱歌的这两个，我只知道一般人无法上去的音都上去了。啊，你说煎熬那一种哦？哎呦，那我真的会想听听看。那你会唱什么类型的歌啊？语音绕梁，哎呦呀！除了大家都超，除了我，但，哦干！你们昨天那边
这边比较说什么谁是音痴，不要跟我抢。我说阿干就一起唱啊。不能唱歌都好听，要说敢上去唱的一定都是喜欢唱歌的啊。嗯，会唱歌跟喜欢唱歌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就相信一定是喜欢唱歌才敢上去啊。那就有时候真的很不想要说一进去就是讲什么教主来了欸，嗨教主总之类的。想偷偷听都不行。还哭啊，还要进不去了、哦。嗨小光。怎么这时间还没睡？作息乱了，好诶、欸，那不对啊，作息乱了，你这时候就该睡了吧？没错吧？啊，祝你找到。想睡觉的那个人格，不是人格啦，对不起。想睡觉的那个心情，刚好睡一下起来了，让我吃早餐。某个特别心特别容易动啥？所以我们现在聊我们昨天 DC 群发生一些很恐怖的鱿鱼游戏之类的东西。他们是用转盘上面就是人员名单，抽到的就要上去唱歌、欸、但也有人就是会连续被抽到。社死游戏，唱歌好听就不会社死，就会害羞啊。尤其就是我们这种，你看一进去就都说哦谁谁谁来了欸，就不敢讲话哦。你射鼠了哇，所以每一个都抢那个接麦，不是你不在主持还会射鼠。欸，我没有听过你唱歌欸，昨天只有一直听到你主持，还是我要庆幸我逃过一劫了？这样不好吧？对，主持人都亲自下来唱歌了，还错过。来，主持人，你要不要现在唱？我现在进 DC。完成任务，我昨天以为是莫善小强在主持，你知道吗？他讲话有些语调超像，我说干你小强哦，在第七杀死哦，打完喽。他嘛，对啊，就是讲说昨天没唱歌的那边叫那些有开麦的，不能叫那些不能唱的叫那些能唱的，叫其他人上去，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欸。这种东西就是要看自愿啊，虽然有些是欠推上去的。昨天就剪片剪一剪，看了一下那边聊天室，又是一个骗子。我想说，你们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每个人又是一个骗子，然后打哭哭的脸。我说哇，感觉好像很精彩。又是骗子，又是骗子，又骗我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他声音真的很像啊，还有那个谁，那个迪路声音就很像鬼鬼。因为昨天要叫他在台上那个麦上面讲说，你讲一下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这样子。虽然说像谁谁谁声音不是很好，可是就真的很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你也抽过很多，没事，就看他，就看他们什么时候再开这个东西了。他们是昨天我在观台后发现，从一群人聚在下面呢、啊。因为那时候我注意到，其实下面一开始已经开始陆续六个了吧，六个七个了。然后观台后过去已经十几个了。然后昨天有达到十九个吧，还多少的？然后那时候好像十五、十六个的时候，想说，在克洛伊上去唱歌的时候，就在那边弄那个 RGB 补补。二三人哦，哦，嘟嘟嘟嘟嘟。打字啊！我当时下属了，之后吧，之后会更多啦。你只是那时候太晚了，你时间弄太晚了，所以晚上没杀人。欸、我会开我网路上虽然会用杀，可是我现实很少会想杀、欸。打这个字是那时候米奈在那边讲，然后我就会跟着学，我就喜欢跟着学身边那些嘛，讲话口气或是口音还是什么。然后有时候他跟他讲，欸米奈，他就回我杀，我哦。还、欸、是真的很，那当时啊，真的很少听到台湾人会直接把杀当作那个什么来讲。我是从下午就进去开了，你下午就开始唱了，不知道你下午都会在那个啊日麻区开始打。哎、欸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想买早餐呢、欸，我这样是不是很好、啊？但这太黑了吧！照亮。第二阶段。我输了，东西喷光了。你被隔离了，哈哈 哈！你怎么了？啊，东西没了，补光了。
都不会最后一关的王啊，难怪会死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，死掉算了。以后要办类似这种熬夜活动，我要熬夜，不用，不需要，好吗？你可以办一些不用熬夜的活动啊，零零 ，OK。有死掉了，哎、欸，好亏哦、喔，这样东西还不错哎、欸。不是按错了，哎、欸，警察，嘿，可不可以买你的布？那个，能量全属性暴击，能量耐力闪避加力量。我想试试看，等我一下，我回个家。夕阳安，早安早安，有喝水吃早餐吗？哦，我不能飞天了，完了，我好痛苦。五四多，那个，哦。完了，我不能作弊了。被自主隔离，真的不想回家，那我就不要回啊。哎呦，现在无所畏惧了。死亡对我来说已经不用怕了。至少有个好东西啊，左下角钥匙，对不对？以前的版本钥匙是你死掉也跟着不见，那、啊、现在版本不会了，就还不错啦。换钱，那些钥匙要重新收集也很累。不捡了，好累。慢慢捡。有喝水没吃早餐。哦，那等一下我可能会出门买早餐哦。看，刚刚钱赚到了，要丢着你们。啊，不然我等一下进 DC， 你们自己进来唱歌。然后请不要播歌，请清唱，谢谢。请你们清唱，谢谢，不要害我受到版权攻击，好吗？昨天泡芙不是也唱那个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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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啊，优异！啊，这一关不能穿墙哦，难过了。什么东西？听说教主没吃早餐。感谢流星的哦，你拿来当头贴了、哦，白痴！我想说，那只是画个草稿给你耶。感谢优一的早餐钱，感谢，等一下流星的会员，打完这次 boss 我就买早餐。
看啊，我喜欢哦，喜欢就要说啊。我想问一下哦，那时候怎么？我怎么回来了？想说这边的路我都开了。又是一个留言五毛，我留言五毛，谁撤回？流星不可以撤回文字啊！我看一下你撤回了什么？你说了啊，我喜欢。我喜欢，没事，流星不可以回收字哦。啊，我不喜欢人家回收字，你喜欢，但我不喜欢。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但是我不喜欢人家回收讯息，我会觉得你们在偷骂我、偷嘴我，我被害妄想症。对，我就说你们在偷骂我，不然为什么要回收？对不对？对不起了，没事啦。我要把你们养成你们开始讨厌回收讯息的人，我要养坏你们。教主玻璃心，不是玻璃心啊。是不喜欢啊，好吗？你不喜欢吃香菜，你就是玻璃心，这样子、喔。对啊，话不是这么说的呀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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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要把那位五毛给？谁是五毛？五毛是谁？他留言五毛是什么意思？五毛小五郎。可以跳过动画哎，在这么佛心哦。好了，我第一周目打完了。他怎么没喷装备给我？好小气哦！该怎么说呢？看一下哦、喔。
那时候看到真的很想怼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那我确诊的话，你要负责吗？不是哦，有时候也不是老师愿意的吧？每次手机挂台放口袋，拿出来都差点按到回收。那老师是我朋友，连公认最不喜欢又。我旁边的国小已经10班以上确诊，全校停课了。哎，谁还没回答我？请回答我，为什么叫五毛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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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！啊，怎么又是能量？哎，能量趴数，能量的。得得得得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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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害伤害返还，这是什么？速度冷却时间，拼命干。啊，输的那一堆，卖掉。把木木卖掉，哦，赔钱哦。不是确诊，是本土加零。哦，对啊。哎，你要不要进托唱歌？繁星，我有私讯你，问说可不可以拿来当头贴？你只有已读而已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因为那个不可能不是我读的，那个是小帮手在审核。你拿去用啊，因为那时候，那时期就是大概一天会有2、3个新的会员，然后结果那时候就很着急去密那个小秘书嘛，然后他就回我说好，晚上再看看。然后结果他说："怪不得你那么着急，哎，人太多了吧？所以就是偶尔会有什么线上审核，是多少啊？1000，12%吗？哦，12K。"嗨，搞音啊，搞音啊，哎，搞音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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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搞音啊，我把游戏难度加难一点哦。迦南平原，出双倍，出钱还不抖呢。我创建私人房间，噩梦，试试看啊。难度怪物生命值100%，怪物伤害啊，经验获取。OK，Ikuso，现在。现在开始拍卖哦！好啦，我先出门了。你们要看什么东西吗？有什么东西可以挂着让你们看的啊？我想一下哦。哎，有，还真的有。等一下哦。文字频道。躲猫猫应该不会再开了，我先删掉。我删一下一些不会玩的游戏哦。泰拉瑞亚、欧达、太空老人杀、巨魔的俄罗斯方块删掉，人类一败涂地删掉，
哎谁？木木金额出个300，我觉得不过分吧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啊，直接送你啊！100不用，200不用，欸，不对，200不用，100不用。什么？你还是要出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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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好久没看的动物森友会。难怪我想说你不回就是默认哦，可以啊，你拿去用啊。那时候也是说拿给你用啊，而且你看你都给那么多了，想说帮你画个图，不为过吧？虽然那张图没有到很完整啊。嗯，你要上课的挂台，好，好，文字频道。吃饭。哎，我要吃什么早餐啊？买早餐，完成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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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每个礼拜一定会听的音乐。不知道啊，不是都在刷岛民吗？起司蛋饼，我蛋饼都要吃很多才会饱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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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只岛民，我就吃那个岛民的早餐啊！兔子除外。欸，有青蛙肉吗？有熊掌吗？欸，如果是兔子的话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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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哇！黑白搭真的好好看。欸，怎么表情？表情怎么按啊？哦，这个。岛就真的很乱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明明会画画的人岛长成这样子，也不是说会画画啦，喜欢画画的人，我岛就长成这样子，不要理他。那为什么这边那么多白玫瑰吗？就是因为想要抓兰花螳螂。没有喜欢兰花螳螂啊，粉粉白粉白的。哒哒哒哒哒。哦，真墨镜。我还记得怎么按呢，欸，天哪，啊！来哦，早餐吃什么？猪肉、鸡肉、牛肉、鳄鱼肉。哎，欸，我记得你那时候刷岛民，这次是不是很常出来啊？你好啊！哪里买得到鳄鱼肉？佩佩安安。
大家都没休息哦，你知道吧？你们这些神经病。哦，你真的有空要去看一下那时候 FB 上的记录档。我们最右边这边，我当时最右边那边，哎、欸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。我这边是住宅区。看这边是准备登记的兔子有户，哎、欸，那、啊、这边是，这边被称呼都是狼。我这边当时这边满满的都是狼蛛，我那时候就跟小朋友说，你要乖乖听话，不然会被狼蛛婆婆抓来变成狼蛛哦，然后就开始掰一大堆故事。繁殖场嘛，真是一群神经病，快笑死，对吧？可是我们认真的神经病哎。哦，好怀念哦！我其实有想过要不要再重新开一个岛。哎、欸，你们重新开岛是怎么重新开的啊？就整个删掉吗？还是其实不用？哦，这个是画给小鱼的布丁狗。哦，昨天有跳那个历史那个历史回顾，画给小鱼的布丁狗。家伙！我那时候还跟兔窝的，海蒂猫、美乐蒂、哈姆太阳跟哆啦 A 梦，是那时候跟兔窝在玩那个，每个人都上缴一张哆啦 A 梦出来，这样子，公审大赛。大地鼠、火焰鼠，哎，就五色啊，啊，六色老鼠啊。哦，你真的没有，你真的没有看呢。来来来，我带你去看。或是买直接删啊，或是买一台。我记得安妮是买一台。啊。嘎抓，嘎抓，哎，这里这一层，我把它布置跟魔力宝贝这样。你看地上有魔石，我那时候魔石也画很久哎、欸。其实不知道我有玩动森，我上去啊，哦这样子，有吧？那、啊、怎么还有蟑螂？怎么那么多？哎、欸，左边哦，左边婴儿房。哦、那啊，应该信一大堆，我懒得收哎、欸，天啊！小婴儿房，兰花螳螂。那、欸、右边是什么啊？右边好像是放钓鱼的东西。是居耶、欸，居是什么？你岛名全兔子没有啊？有一只那个柠檬娜，柠檬娜是我出岛找到的第三只岛名，那时候。我想说就随便刷嘛，就是遇到谁刷谁。因为那时候遇到一个长胡子的小熊，忘记叫什么了，我忘记他了。然后那时候安妮在啊，那时候跟他讲，后来想想他也蛮可爱的，没有说到真的很丑。欸，不要问我为什么海报要贴厕所。
我后来想想，这样真的很唐啦。哦，小强哦，哦，你是说游戏网卡那个吗？哎、欸，你后面如果有要抓什么夏天的昆虫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开导给你抓。就是长吉大兜虫那些啊，这里我可以开导让你这边刷，你可以来这边刷。是几月啊？七八月的时候吗？你不用抓虫啊，你满图鉴的。好啊，不要你就不要进来啊，你就不要进来啊，你就不要给我进来。我、啊、怎么可以看呢、啊？手机，手机，然后我的设计。啊，这个啦，想起来了。今天下有点不舒服，你怎么了？看到我很不舒服，还是聊天是谁出现你很不舒服？话说你是不是挂在动身去买早餐了、欸？对啊，等一下嘛，我回忆一下是不行哦、喔。哇，现在管那么多了。谁？干嘛？我在换衣服哎、欸。少换衣服啦。就这样子，咪咪，啊，这是露比，如何？番茄给几分？超过100分，什么100分？你有玩吗？你有玩魔力吗？红色、蓝色、魔王露比，我有蓝色，我有画蓝色的、啊，我也比较喜欢蓝色的、啊。我那时候回去玩水蓝魔力，就是开蓝色露比啊啊！我要出门了，再下去要吃午餐了。那、啊、所以加藤你要不要进 DC 唱歌？
啊，真的要、哦？就蓝色吧。蓝色，蓝色啊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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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玩。这个三代。还在胃疼。再乱，再乱来啊！再不睡觉啊！你们要听这个歌吗？还是里面可以待啊？这样画面会黑掉、哦。莱姆。就这里好了。好啦，我出门咯。文字。两少有搬家泡泡哎、欸，可以刷岛民泡泡了。不要，他只是想要换口头禅而已，没有想要搬家。不要乱说话。好，我15分钟后回来吧。啊！
阿鹏，你在干嘛？你的电量剩15%，好微信上古加油。上古是什么？上课。在干嘛？让我好好感谢不好吗？非得要回到家才看到讯息，然后说感谢加藤优一吗？优一说送你彩虹早餐，那是什么？番茄酱，然后嘞，橘子酱，黄色是黄色有什么？柠檬酱，然后还有绿色是什么？也是柠檬酱，绿色还有什么？金苹果不可能啊，小黄瓜，那黄色可以当乳酪吗？好了，从啊，不然就看这画面好了，吃早餐。嗯，哎、欸，你胃真的没怎样吗？你要不要睡觉啊？上古时代，上课时代嘛，我的上古时代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哎、欸，我昨天是真的想哎、欸，我想说，不然谁只要进来，就都拉上去，包括我。因为昨天不是说除了我嘛，因为我那时候在剪片，准备剪片，我那时候都打开好程式。你说你的胃痛剩下10%吗？哎、欸，你的电影耗太快了吧？你那15到10也才4分钟吧？哇，那我的存在意义很重大哎。我记得这个画面好像看不完哎，它好像会换一个画面，然后继续。你再看起来就会消很快。你是指荷包的部分吧？哎、欸。今天抽角色，你们想要看台抽吗？就如果是维修到6点的话，我在想是我6点一到开个台，那应该说维修好我就开个台给小鱼抽，这样。对啊，它电量太快了吧？讲个几分钟，它电量就消失了。收起来，因为今天阿米狗没有玩企鹅，因为人数想玩企鹅人太多了，就造成说超过游玩人数，可能该躲猫猫，那个女巫躲猫猫。看一下、喔，可能企鹅太可爱了，大家都想玩。那游戏只能六个8个玩。一说到这个，今天厨师加倍是不是公司啊？对，中文服不会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还没上中文啊？哦，那加藤，不加藤的。唱歌，唱歌。
注意哦，这首 KK 偶像是他唱的，他跟另外一个什么奇忘记了，粉红色的兔兔唱的。咪咪咪咪咪啦啦啦，你看他耳朵这样有爱心耶，靠腰。谢谢优一最后的零压，开充电呐、啊。哦，所以粉色是妹妹哦。但动声没有啦，那只是吃饭时间开个动声听歌，好懒，一条线插一个洞而已，很懒。天哪、啊，你那个付费的时间，你只要插一个洞而已。看，条纹兔兔，哎。把安琪做好快、哦、好，我明白，拜拜。大家想你哦，好。对你的思念，只会到红色 S C 消失为止。想要大家想你，请去约啊！没有啦，赶快休息啦，顺便睡觉啊，还不睡？当时我整座岛上面都是 KK 偶像的歌。这一趴让你活下去，赶快充电呐！哎，那你是一定要手机没电才会去充电吗？在他送出讯息的时候，刚好没电，就很好笑了。哦，我看成再见的加糖。虽然昨天我唱了五小时，但是我你有欢唱五小时哦。嘣嘣嘣嘣！远风安安，有人说手机其实就是要用到没有电再充才比较好。可是其实手机内还会有暂存的那个电量啊，忘记怎么按，可以把一个暂存的那个电给调出来，紧急用的。你截图在 DC Life 那边，什么 DC？ 哦，你是说你的那个吗？手机电量吗？你不要拍你的自拍照哦，拜托不要。等一下，上班前抖一下，感谢棉被猫。你不要用 iOS 抖啊。哇，你零趴了哎、欸！你这是零压哎，一趴对不
这是你的灵压。太多电充了，快当电池啊！可是我现在玩光遇都是插着玩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吃完了，剩喝的，所以可以开始玩了，换游戏哦。教主拜拜，各位聊天室。他说：“各位聊天室的拜拜。”好，就这边的。我们缅怀加藤。来哦，缅怀加藤的，哎、欸，那啥，缅怀记，不是缅怀记，是什么？再次。我要抛弃我的木鱼，木鱼开始。好，好了，加藤，祝你，祝你胃不会再痛了。好，话说明天回归会是谁啊？那个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吹泡泡，吹泡泡重组记。哦，对，讲一下，今天27号是我玩那个光遇一周年的日子。嘿，所以那时候重组记是刚好去年的赛季，有季节。这次复刻的是，哦，讲花环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棒棒啊，滴滴滴，棒棒。嗯，你去找重组记花环就有了。哎、欸，我直接开给你看啊。咪瑞咪瑞嘛叭叭叭，我都带那个花环，然后当耶稣啊。哦，现在有那个三胡头可以更像耶稣了，真的是谢谢你们哈！你到底还几趴、啊？我想说，等你红色 SC 结束，我再关台的。我是在想要不要，可以啊，你可以扮演耶稣哎、欸。其实看来2%0%，其实这个头真的很好看哎、欸，你相信我。但没有比白鸟好啊，白鸟真的太白鸟白鸟太香了。等一下我把画面关掉。啊，你昨天应该看过了吧？因为昨天不是有人要陆续了吗？这颗头，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啊。呸呸！嗯，关灯关灯，我要晚上。呸呸，来抱一个。等一下哦，你看哦，个头，然后其实这个头真的很好看，然后我给你们看耶稣，
PS5。我在这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哦，我要拿这个，我要拿躺椅，然后这个是重组剂的披风，对啊，哈密瓜披风。等一下哦，好，棉被猫，拜拜。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要瞧个位置。好了，等一下清正又是怎样？换手机复活了、哦。来。让你们看看耶稣，因为之后还有周年庆祭彩哦，是小城是为了努力让玩家成为大族，不会花费太多的阿祖来哦。你是说不像梦想祭是要快200根蜡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要下来了。然后其实这披风真的很可爱。嗨。嗨佩佩。这个哈密瓜披风真的可爱。然后这样子就很像哈密瓜了，野生的哈密瓜。那个丁现在用都会笑死，白痴哦，要吗？不要吧，这样对。对神明不敬。哦，小王子这个会不会回来卖点数商品这件？有没有免费的？哎呦，免费海龟零，应该是上次没领到啦。他第二次免费啊，没有领到。小王子这件我已经绝版，确定绝版哦。好吧，好啦，再包一下，我们要玩英雄围城。换游戏，换游戏。等一下，有人张手了。哎、欸，干，不是我，哼，还被闪，哦。有免费哦，你看看，没有，应该是这礼拜的免费我没有领到啦。它通常是几天会免费一次，就是有活动的时候，然后是可能刚好没有领到。
红色 S C 免费什么东西？哦，看这免费，那谁不要？对不对？这酷东西谁不喜欢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清正是有手机是不是？你现在清正是手机满血复活吗？好，现在可以肆意的刷，开心的刷。我血量好像有点厚哎。53级，是什么？清正他也命在旦夕，为什么？可以不要那么快。快死吗？好好活着不好吗？我的弓箭手太薄了吧？啊，看一下，雇佣兵28点，我都没点。军舰，点。哎呦，死了！哦，红装出现了，红装终于出现了。衣服我还不能穿，欸，可以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关卡还是要重弄。小鱼安安。我们刚在聊，看是要，哎，小鱼，今天雀魂维修好，我们就开台哦，就给你抽，啊，抽不抽得到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？就没关系了，小鱼。
几点开？你要问他几点维修啊？维修好啊，维修好再开啊。你这样还有10趴要吃广告了，谢谢你吃到广告，谢谢。15等。台柱的眼睛感觉快闭起来了，没有判定到吧？我怎么会说靶嘞？不是没判定到啊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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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挖矿，我要去挖金矿。没有啊，我现在难度是调那个最难的，拉到极限。创建诗人，我噩梦，然后刚拉到这边啊，普通拉到这边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对，哪一首歌？好想上班偷挂台，没事啊，不用挂，没有说不需要你啊。
啊，只是好好上班，好好上班啊。嗯，当然位置。哦，哎，一对，哎、欸，我腰，为什么按不了了？选项控制器。啊！又吃到 Switch 了，是不是？我重看一下哦、喔，怪怪的。重开。等一下要睡觉，我等一下回去睡觉啊。又开到。欸，比较短的那个 S 七消失，好不好？欸，比较长的那一行也可以，到十二点，然后就到十二点了，我们快到十二点了。等一下再续时间的啊，不好意思，真的要打烊了哦。嗯，按错了。哦，我们不一样。哦，原来。放箭。OK。听夜猫说是负四三。这边刷金矿啊，刷矿。可是我矿那个喷掉了，哦，好痛哦、啊，心好痛、啊。我们那边有矿，嗯，这里吗？富士火山口。哎呦喂，哇，哇。你这次怎么没办法倒红红的 SC？ 爆了吧！你看你啊，破音。你看你爆了吧！嗨，泡芙，泡芙要唱歌。一起床就唱吗？对吧、啊？听听看，你有没有很有磁性的声音之类的、啊？音证不给力耶、欸！啊、哦，好扯，好扯哦！感觉自己叫自己很好笑哎、欸。对啊，哦，繁星不给力耶、欸！自己叫自己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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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一支炮斧？日哎、欸，你不是说日麻炮斧两个都会打？哎、欸、，GTA 的炮斧，不是宝可梦的炮斧，不是炮斧吗？是被刺暗客击飞的炮斧。
好、哦。女生清正魂优一，我、哦、对你是单骑耶，所以再强调一下是单骑，单骑炮。没有编他啦，就是啊，人家问说是哪个炮符吗？火山口，火山口，挖矿，挖矿，挖矿，矿矿矿矿。等一下哦，225哦，225。为啥越讲越可怜？没有啊。我就跟泡芙也不说感情不错，就关系还不错啊。等一下，那就是像现在的呆语吧，就是 GTA 到那时候就带我在解那个啊，解赚钱。这次麦当当当早餐被国广告，你说广告是吃到这个、哦？比较常吃的用啥啥啥看影片赚钱哦，对啊，哇，怎么那么多钱啊？现在只要在家睡觉就有钱赚咯。像昨天其实有在聊那个啊，买那个 YT 会员，那就真的会错过很多无聊的广告，一些蛮好笑的啦。然后就说，对啊，我就是当那个很爱吃广告的人，可是有时候受不了。但他们那时候是想说，因为要挂那个切画面，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才会买那个 YT 会员。一杰安安，
等下优一，不，清正啊！你走这次这只的灵压活比较久。哦、好多火山口、哦，好棒好棒！冰镇的广告都是某 V 唱歌，哎呦，我、哦、可以同时哎，哇哇，酷哎！你看这样就看不到珍妮佛罗培兹，不然那个如果真的红到，会有人截成那个吗？影片那个影片的片段。这里佛罗培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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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攻击有村庄？对啊，现在好像是广告开始的时候，团团他们才买会员。噔噔噔，开心挖矿，开心挖矿，挖矿开心，挖矿开心，把挖矿使我开心。开心死我挖矿！哎、欸，你等啊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哦，225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丢丢，咱们回家再来。好喂，优一的其中一个灵压快不见了。哦、oh, ，我去看妹哦，哭了吗？我去看看，等一下，是看当时的 battle 内的妹友吧？哇，那我要去问我姐，因为妹友是我姐的。你的实定愿望清单正在特价，哪一款？哦、oh, ，看不懂的游戏。那、啊、这个咧，你的也看不懂，有些愿望清单加的不知道为什么删除。问一下我姐哦，有空帮我看一下报的。没有收到，好，
你开暴雪看看，现在吗？我现在人在外面呢，不是说我在英雄围城的世界。我只是跳穿看个漫画，抖内显示出现 bug， 什么 bug？ 你说抖内不会消失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奇怪，加藤应该已经下去了。你看到四个加藤红色 SC， 这就有问题了。我只收到两笔耶，加藤好奇怪哦，原来抖了四笔。然后我要问加藤，那剩下的两笔咧？我传会员截图了，繁星，你有空请小帮手划一下。好，哎，其实我当时有跟他说还有你在，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回他讯息，回你讯息，结果漏掉了你。不是啦，哦，嗯，啊，不是你，不是零趴，你 SG 都上线了，这也难怪。你看看你的冲动，你看你，你这个月不能抖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干嘛？你是看到人家抖你也手痒是不是？大概何时微信？我刚刚看了没有？好，嗯。欸，打开斗争看哪边会知道啊？嘟嘟嘟嘟嘟啊！看着我打开斗争特工了。各位好，台湾 battle， 你手很痒哎，去擦乳液。游戏版本，斗阵特工开始更新。Diablo， 哪边啊？他只写说游戏更新哎，这个吗？搞不好我没有抽到啊！啊，我要怎么知道有没有抽到？你直接下载就好了，是不是？
欸，这个我晚点再用好了啦，不然我现在会卡欸，怕会卡欸。离开。哎，那个啊，小鱼，你是直接收到信啊？有没有收到信都没差吧？你是暴雪打开就可以玩的，是不是？放生小鱼玩 Overwatch 一，没有，他没有朋友，他就不会开那款游戏了。他会显示在那个吗？说你可以载斗争二了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他两个，他两个，不会，你看 DC， 看 DC，DC 乃综合聊天室。斗阵特工二 Beta 哦哦，要点开小箭头。我要现在看，你是点开小箭头就可以跟你说再载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，帮我再开一次。它是序号陆续发，那个信会陆续发吗？还是就一次发？这次没有就没有咯。我看仓鼠也改很多欸。等一下我再开一次哦。优一的一只不见了，但是新的一只跑出来了。斗阵二技术 beta 测试安装这个吗？有出现安装欸。干谁？感谢佩林的会员。可是其实我 SGO 发出去才会达到上限。哎呀，不然其实你预估今天还是有钱的吗？你看这个礼拜才过一半欸，你的全部就给了我。对，安装下去，我再开台。好，晚点装。这个消息跟隔壁的说一下。嘟嘟嘟嘟！哎，他们也有的哎，三下报名。哦，杰克他们那时候他们已经在用了。本团好像没有约到欸，完蛋。
然后斗争一限时免费，有兴趣可以玩。好诶，内战咯，欺负人咯，哇，欺负回来。斗争开心玩，我要去躺平了。好，晚安晚安，我等一下要躺了。啊，我还没载恐鬼阵，好哭啊！啊，恐鬼阵，嗯，不是欸，剩最后一个铁矿在哪里？我需要铁矿。那个很快，睡前宰吧，我知道啊。又没有投票。有了有了有了，铁矿铁矿，胃疼加胃抽，要倒了要倒了，赶紧去买胃炉哦。有吗？你有没有胃炉可以吃？我之前胃食道逆流就是在喝那个，喝下去觉得凉凉的。我要剪头发哦。我头发现在真的很长，你要不要看医生？你要不要看台？哦，我要分享一下我。我侄女对我讲了一件很过分的话，因为我外甥嘛，就是被蚊子咬，被叮到脸，他那边笑我外甥，啊哈，被蚊子咬了吧？我跟我家人就笑他说，你还敢讲你小时候常被咬好不好？他说我哪有啊，这样子，然后讲，因为我那时候刚睡醒来嘛，他说贝贝你也被蚊子咬哦，我说我没有啊，他说你脸上那个是被蚊子咬的啊，我说这个是痘痘啦。我超不爽，这个是痘痘啦！我说哈，你那是蚊子咬啦，我能把它抓起来摔这样子。我说你就不要以后长大了长痘痘被我笑，才不会嘞！点他。确诊8822啊！不能出门了，不能出门了。欸，各位好好在家，逼不得已出门的也辛苦了，好吗？这个月 Google Play 额度都抖给你了，好欸，抖内好爽。嗯，你爽，你爽爽，我也很开心。好想跟教主唱歌，你先跟小鱼约出来吧。小玉很会唱歌啊，对不对？Win玉，Win玉，对啊，你们不是有说邀约唱歌的吗？还是又耍我，又骗我？小鱼是歌后，对啊。放箭诗人房间二梦难度这样好了，00 OK。 KTV 线下聚会，线下
有约你唱歌，怎么会忘记我？可以忘一下啊，唱歌就是要开开心心的，为什么要记这些难过的事情呢？对不对？你把那些难过事抛到脑后，那、啊、怎么又死了啦？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难受，想哭。没事。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被踩了哎、欸！耶！哪里呀？我要去，真的，真的什么？要转克洛伊安，有没有梦到自己在唱歌啊？啊！怎么又死了？有花枣。那克洛伊昨天几点睡？应该说早上几点睡？然后四点把人家通通赶走。哎、欸，散场了，散场了啊！关店了，关店了，关店了。觉得为什么要点这一招啊？或其他招可以养？好像没有。没睡，你还没睡？天哪，那我只好陪你睡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睡觉。哎，你是现在在上工作了吗？跟又一个没睡，是优一害的哦。优一，你看看，因为你大家都不睡了，其实也好啦，也是蛮谢谢你的啦，至少你们自己有自己有事情做，这样子。但是，请节制好吗？这群人好恐怖，很恐怖啊！不然我为什么昨天警察临检直接冲过去？哎哎哎哎哎，快四点了，你们！他说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嗨到四点。我说好，我相信你们哦。一点都不会累。我还要嗨到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和什么挖口也会醉。
OK OK， 然后我往我唱啊 ，No OK No。你有没有想过半夜四点他们擅长私下开趴？那是他们的事情啊，我已经做到我能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今天在我的地，在我的场地啊，我能做到就是叫你们去睡觉，啊，你们要续拖什么，那是你们的事情啊。你们要私下群聚，那也是你们的事情。但是我已经有做到，就是啊，保护好你们的生命安全，好吗？我有做到告知的义务，那最后你们决定要慢性死亡，那也是我不能阻止的事情啊，懂吗？今天来我的酒吧喝酒，我说不要再喝咯，很危险咯，那就觉得我管太多，哎，我们再去别间店喝这样子啊，那我也做，我也不能干嘛？哎，我刚刚不是有捡那个东西？No pay, no pay. 75等。我是店主，对啊。偷瓜子，嗯，啊，50分，我木木好想听，好不好？木木拜拜。好想听哦，木木是啥？有时候会唱歌不好听，但是我觉得怎么说？哎呀，客套话啦，客套话啦，我直接戳破你，因为那是客套话啦。啊，自己觉得不好听，那是很正常，因为我也觉得我声音不好听，好吗？很多时候都是朋友的客套话，像克洛伊觉得自己声音不好听，哦，好听死了哦，那才不是客套话嘞，是实话。你肚子说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刚刚是听了我的歌声，觉得很想吐。关麦，关麦。赶快看医生啦！不要闹啦！这样以后，你月饿肚子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早餐。一点都不会累，不是误会，还是你是说，我可是乱源的哦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乱的程度可是破老级的哦。加藤是不是昨天听歌听到怀孕了？谁的？你是听到谁的？泡芙的。身体开始出现异状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身体很老实嘛，你的耳朵很结实嘛。啊！你又数了，3天3夜，3个半夜，头晕加眼睛跳痛。你要不要听点嗨歌，看你的眼睛的
眼皮动的频率是不是跟那个跳的一样？啊棒棒啊叽叽叽叽棒棒，没有啦，你赶快睡觉，睡觉好吗？你所有症状是什么症状？就是你缺少睡眠。啊，我不是医生，但是我也是猜得出来。一捆啦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吗？就不要做让人担心的人吗？你家没人转那个唱歌转盘怎么办？主持人今天乖乖休养，好欸，今天夜店没有 DJ， 没有主持了，还是会有啦，对不对？看谁先进去，谁当主持。今天谁主持呢？不然来转个转盘好了。还能再嗨三天三夜，没有嗨不起来，嗨不起来，对不起。哦，想起来了 ，No， 哦耶，哦耶，oh yeah, 加入我的行列。我一直在想这首歌，抱歉。一早嗨不起来，这句话可以好吗？你去睡觉。哎呀来吧，我点到萤幕外面了，白痴哦，广告。哦耶，哦耶，加入我的。想到哪里去了？谁？怀疑在开车？谁在开车？没有人在开车，我吗 ？Excuse me， 是我吗 ？Me？你害我进错门了，可恶！哇，又数
啊，怎么冲进去又死了？你不懂，还是不动？他还不动，还是不动啊？我怎么记得佣兵可以穿衣服啊？雇佣兵，哭啊！我怪下你不？我怪下你不啊？哦，他还不动，还是不动。好吧，嗯，靠，哭啊！加入我的行列，雇佣兵，难怪那么薄。什么叫以后就会懂了？请不要在白天在我的台开车哦。啊，现在那个扳手在哦，克制一下哦。他今天休假哦，所以他全天候都可以看台哦。在开车没有吼，啊，你在那边诱使人发车，哎，十二点了。克鲁还唱了一首我也蛮喜欢听的歌，轻轻贴近你的耳朵，巴拉嘿哟，樱花铺来来来，哎呀呀，怎么唱啊？我忘记了，好久没听了哦，因为好一阵子没听听这类的歌了，哎，当时很红。哎，苍蝇拍不要。哎呦哎，弓箭手存活率高好多哦。长柄十字弓，
你闭嘴，没叫你接场，没叫你接喝，好吗？就好好专心上课。这首是123我爱你吗？你不要明知故问好不好？你真的很爱明知故问欸，然后每次都说我就不懂就问问嘛，啊是不是？啊每次看到人家头像都说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又开始在问人家个人资料。啊你有没有？你说嘛，你认不认罪？你认不认罪？很故意耶，他就已经是累犯了啊。然后我们台规有个不成文规定，就是可以跟木木聊，但是不要太深入的聊，这样子，不是针对他，不是怎样，是他会很像在人家的什么，人家那个人家喧宾夺主的感觉啦，就是在人家家做客，结果在客人跟客人自己彼此聊起来，聊超大声的，把主人放在旁边那种聊。那都能量装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都能量装？搜刮者，很像我会做的事情。别，千万别，好吗？今天你们聊天是可以聊自己的，没关系。但是你们聊自己的事，就这样互窝彼此互聊 ，OK。但是不要聊，越聊结果是聊都在聊自己那个。啊，喜欢的偶像还是什么动漫之类的，就只有两个人自己聊起来，这就不行了，好吗？今天至少一个话题要有四个人以上有话题在那边聊，那还可以。啊，不要两个人好像三姑六婆两个自己在那边聊，那个就像在那个公共场合捷运上面这样子聊起来，这样不是很好呢。因为早期我的聊天室其实就是给他们聊天，但是那时候聊就是五六个人都在聊天呢、啊，啊不要造成就是你们两个在那边聊天聊到很像在洗板。你的偶像是繁星哦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能成为你的偶像我很开心。好啦，待会就关台啦。啊，要不是加藤啊肚子痛，我就很想继续开下去。没办法，为了他的身体着想，我还是关台好了，不然他又会想一直看台一台。嗯，你看我做到多大爱啊！等一下还要装恐鬼，然后斗争，恐震无双，恐鬼无双。啊，恐鬼特工木木最近好爱咬我。哎、欸，你想一下，他当时咬成那样子，我都想把咬设成禁令了，你知道吗？你那念暗还是眼啊？暗雪莉字太小了，安安。昨天是的还没睡啊，在剪片呐、啊，剪好片才上去把那个把这只角色练到40级的46的，才能像这样子光剪，不然前面练的好累哦、喔。
欸，还有就像恶魔的血瓶，可是这个好像是武器耶，我刚刚未使摕呢，我会崩溃哦！啊，我崩溃啦！这个我不能拿。给我袂使摕啦啊！崩溃崩溃！按，啊没错没错。有空在我的频道私聊吧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就只是想找人聊天。你看他这个人，不是说跟他不好还是怎样？是，哎，算了，我不想多管了，我不想多管了。你们去聊，你们去聊，不要说我没有阻止，不要说我没有怎样的，好吗？出事情了，我已经做到了告知的义务了，好吗？你三姑六婆欸，天哪，可以不要三姑跟六吗？可以当我婆就好啊。克洛伊可以吗？看一下哦。话说晚点请小鱼抽角色，我也可以代抽吗？代抽什么？你说开我的账号吗？还是说给小鱼开你的账号？你有需要代抽哦？你不是运气不够，用钱来叠就好吗？阳寿不够，用钱来买，不用怕啦。这个阳寿真的是太长了。只是最近打麻阳寿有点少而已。小鱼看你账号抽啊，你可以问他，他应该很乐意啦，对不对？免费可以免费抽卡模拟器，免费的他还不玩爆，对不对？小鱼，免费的抽卡机会，我想去试试看呢，看看我这身装备会不会死。会花回花飞啊啊！使用同行不行，数了数了，差点数了，黑化肥发黑，然后第二期写作业了，拜拜。讲你找到了跟你志同道合的同志们，现在满足了，想走了是不是？你说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太小声咯。压力很大，不会啦，哪次压过了，对不对？你说认识你到现在，我有压过你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清白的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异性反手里面啊，除了老鸡好不好？老鸡是同性啊，他是男生啊。我说女生反手里面，跟我最多有肢体接触应该是九口了，因为那时候在唱歌的时候，因为太吵了嘛，我就贴很近。他就
就会到脸贴脸的地方在那边讲话。那时候真的在烤肉里面太吵了，然后他要跟我讲，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台上那个聊天室的事情的时候，就听不到你说什么，然后就会耳朵咬耳朵在那边讲话。但我知道你想讲什么东西，你说给你压力吗？还是给你压？哎呦，小鱼，不要这样啦！才十二点呢，要也关上窗帘啊。好想想什么？哎、欸、干！啊，怎么死掉了？我难度一调一下好了，先通关，再来保存退出。我先打完这只网，如果打不死再关台啊，反正死或不死就关台。创建私人房间，难度调简单，一定 OK。跟教主口对耳，你好恶心哦！你好恶心哦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想？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？你好恐怖哦！然后发现是你对着我的口，你对着我的说：“教主，来。”这是钱，然后靠在我耳朵说：“来说点好听的。”等一下，我该不会把女巫躲猫猫给删了吧？检查一下哦、喔。等一下会喷毒，会喷毒。We cheat， 没错，我又删掉了。东西，直接塞钱给你也算抖内吧，还不用手续费。哎、欸，对，可是你的手续费很贵耶。你看，你还有车钱、包厢的钱，对不对？我说茄哥不要，啊，嗯，怎么找不到路？哎，找不到，我快睡着了。哎，不是克洛因会不会累啊？这也没睡吗？还是其实你有偷咪，然后但是你是跟我说没有睡觉。偷咪没逼。
要工作啊，我今天第三杯咖啡了。不是你，你这样晚上以后不要。哎呀，不是，你也是在上班哦。嗯，啊，你这样很心疼呢。好吗？今天就算西明不在意，我也会的，好吗？来，这首要唱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啊，好老，好老，好老、哦。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还不如一切的将我还挂台。你好意思挂台？五点睡着的。欸，听说你昨天连中三是不是啊？哦，居然错过了，居然错过可以笑的机会啊！不该啊，不该。你在我的面前微笑，装不知道。你是你告白的简讯，我有收到。我刚刚又打到哪件红装呀？手收啊？怎么又是能量啊？卖掉，卖掉。你是说你在休养？一捆，那你眼睛至少闭起来吧，好吗？在没有乱叫的情况下，请不用睁开，没有什么画面。就只是繁星死了而已嘛，没怎样，没怎样，游戏而已，游戏死掉而已，没有怎样，没有怎样。阳寿玩游戏，阿克洛伊对这一次复刻的会有兴趣吗？那个花环先祖，你现在很幸福，为什么？天哪，还是你喜欢就是胃疼的感觉？你的越胃疼越幸福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那个幸福值是肚子越痛越幸福啊？你是 M， 因为他爱洗澡，所以很幸福，是吗？挂语音有很多人帮我伴奏，安眠曲谁？然后唱到一半还说：“我接到麦了，我接到麦了。”这样子吗？不是欸。等一下哦，一件装备要在里面。你在我的面前微笑，装不知道。你告白的简讯啊，怎么又是能量啊？嗯，试试看哦。稻草人。OK， 5.7，5.1。嘞，12K 啊，碎碎碎碎碎，哇，好吵，好吵，好吵！我靠，屌！
12.1。好了好了，那可以了，打王打王。你刚早上就脚在古战场了，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确实是古战场，在第二关叫古战场。莫非我要去那边拾取你的肝？有，我感受到我好像有会飞起来，不是路西法吗？水，有高级能量啊啊！按错了，啊能量。全属性，不看了，看了也难过，难吃。小月安安，要睡了，要睡了。第一次单人挑战，对不起，好啦，休息咯，支持感谢。那我们雀魂维修后又小开一下啦，因为八点要开那个啊，我就是怕是怕说还开一下下这样，一来就休了，对，要休了。嗨，陈米。文斌你好，安安，绝对不是因为陈米来才想关啊，不要误会了啊，好吗？陈米，红色灵压也消失了，对，好了，现在三个红色灵压都消失了，那就嗨，男人好久不见，呵，你最近都在跟别的男人偷玩，我都有在看哦，好吗？而且昨天还是前天在画鸟鸟，我有在看哦。不是跟那个吗？画那个付费，然后是跟你贴贴的图吗？我都有在看哦。你不要背着我跟啊，没有啦。好啦，那大家晚安咯。对啊，那你怎么没来贴？我就当那个默默付出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不能公开的，我们只能私下的。
好吗？我可以委屈一点。好啦，那大家晚安喽，陈米拜拜，黛玉拜拜，佩佩拜拜，番茄拜拜，丽人拜拜，杰夫拜拜，信拜拜，杨颖拜拜，安雪莉拜拜，还有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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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？啊，好，没人了，过气了，没人要跟我拜拜，小月拜拜，魔术拜拜，好啦，那晚点见啦，我去安装游戏了，嗯。跟我解说一下，粉尘拜拜，克尔伯安，哦，优一拜拜，克洛伊啊，对呢，克洛伊啊，要把你摆在最后说，克洛伊拜拜。哎，谢谢优一的彩虹斗内，谢谢谢谢。等下没意外，应该是直接睡死。好，晚安喽。如果今天光遇三点没有起床的话，也不用等我了。我应该也是睡死啦，起不来了。关台建在哦这里。